对不起啊，你，别生气。我是迫不得已的。更何况我这么做，一方面是为了公司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你。我联系了 Alan， 知道了他跟 Morgan 约的时间和地点，提前买通了那里的工作人员，把录音笔藏好。但是，就算你拿到了证据，我们也不能对邦威珍做什么呀？没错。 Morgan 呢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把地方约在游泳池，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跟自己撇清了所有的关系，可是他忘了，兵法是从我们祖宗开始玩起的。兵法？好了好了，既然说开了，那一清二楚了，那你也别生怎样的气了，嗯？对呀，别生气了，大不了我请你吃饭补偿。我才不去呢。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我先出去了，唐先生。哎，我等你下班吧，Annie。你还愣在这干嘛？赶快去追呢。那我也先走了。<笑>年轻人。<笑>哎，哎，先生，哎，你好，请问您是马经理吧？ 你是抱团的吧？来，进屋。不不不啊！哎，我可是等到你了，我是天悦的父亲啊！我想找你了解一下天悦的情况。啊，你是他爸？哎，对对，你来干嘛呀？啊，还觉得你女儿害得我不够惨？哎，不，马经理，天悦，他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，我让他带个团啊，好家伙，直接给我带上法庭上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真的瞎了眼了，我。哎，不是马经理。 这里边是不是有误会呀？啊，误会啊！他在法庭上胡说八道，那是误会。啊，行，你来正好，你是他爸，你抓紧时间带你女儿去趟医院，开份脑震荡的证明。下回上了法庭就说脑袋受了刺激了，撤回之前说的话，就说哎，对了，就说你女儿脑袋撞风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女儿。不说，我这就关门了。你。 放在仓库。主管，哎，你先去吧，小总。嗯，好的。什么事啊？后天我想请个假。为什么？有什么事赶紧说吧。我要去趟法院。又去？你把自己的事情赶紧弄清楚，要不然你就趁早辞职吧，别在这浪费时间。 现在开庭。沈班长，今天我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证据，我请求当庭播放。关于这个证据呢，是当时车祸现场的一段录像。我相信您看过了之后，一定会做出一个最公正的裁决。原告，被告方要求播放视频，你方是否同意？沈班长，我方同意当庭进行质证。好，同意播放视频。 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又不是本地人。哎，对了，司机是本地人啊，他肯定知道。我问问他。Excuse me, hello. Stop it. 安静，安静，这很危险的。Excuse me. Now get off. Don't bother me. Stop it. Hello. 有什么话 ？Oh my God!
告了，我这次。林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小孩吗？闹情绪还没有闹够，你闹情绪想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跟我来。哎呀，干嘛呀你？哎呀，干什么？
你疯了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 小丁啊，别客气，小丁，叔叔特别感谢你啊，帮助小玉，叔叔敬你一杯，好吧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叔叔啊，我不喝酒。爸，他们船房有规定，不能喝酒。这样吧，叔，我拿些饮料代替，我敬你。哎，好。 小丁啊，你费那么大老远，找到那段视频，阿姨真是万分感谢，感谢感谢啊！是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对吧？那视频你是怎么找到的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现在没事不就好了吗？嗯。哎，小丁，来来来，吃虾吃大虾。谢谢叔。哎，女儿也来一个，女儿一个啊！我自己来也行。 多吃一点吧。哎，小月啊，爸爸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前段时间不是给你找了一个工作吗？我就在想啊，你现在在这个超市太辛苦了，要不然咱们换一换，到那儿去工作。什么公司啊？哎呀，叫什么？聚成像股份有限公司。聚成像。对。 是做什么的？哎呀，这我也说不好。反正公司规模不小啊，他跟我说，有一两百人，好像还是用外资，是新加坡和法国合资的。人家跨国公司不一定能用我吧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得对未来树立信心。对呀。再说还有你爸呢，你爸不是给你托了人了吗？你爸面子大。哎，是我爸最棒了。
怎么样，小月，咱们去试试。哦，快吃吧。哎，好好。来，我请大家喝咖啡。哇，谢谢阿子阳，都有。谢谢阿子阳，谢谢。大家都有。什么事啊？是你的。谢谢子阳。啊，这么开心啊？没什么，心情好啊。哎呀，看你眼角含春，走到花运了吧？想太多了。我去拿个快递啊。我也有个快递。我去倒杯水啊。安妮，你的是奶茶。谢谢，我减肥。你这身材减什么肥啊？其他的女生听到都要被气死了。其实你太瘦了。今天晚上我带你吃好吃的吧。想吃什么？我发现你真的很闲，但是我真的有很多工作要忙。别这样了。对于你呢，我永远都有空的。但是我没空。这么忙吗？那我们改天再吃饭吧。今天你忙到几点呢？忙完的时候告诉我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今天真的没空。再怎么没空也得回家的吧。今天晚上忙完了一定要告诉我哦，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啊。王子阳，嗯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清楚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即使发生过什么也不代表有什么，你懂吧？嗯，然后呢？所以我们的关系没那么近，只是朋友。对啊，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啊。安妮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有你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想法。我喜欢你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你都阻止不了我喜欢你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晚上忙完了，记得打电话给我，我真的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啊。还有，记得喝你的奶茶。走了。我叫天月，我今年24。简历上都写着呢。你是那个谁谁谁介绍的？算了，不重要。你已经毕业两年了，完全空白，难道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吗？哦，那恐怕我们这里没有适合你的职位。实习生也没有吗？我们对实习生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，更何况你已经毕业了。抱歉。谢谢。好像还是一个外资的企业，是新加坡和法国合办的。对啊，股权拆分。之前调查的资料里面显示，蓝星号之前有过一次股权拆分的信息来着。